次来到屏东潮州，有一家新开的咖啡店叫乐日咖啡 The Day Coffee。这是它的外观。其实从潮州车站走过来，大概几分钟吧。潮州车站就在前面。就在潮州，大概走个三分钟左右，然后就可以走到这家咖啡店。如果有来潮州玩的话，就可以来这边喝喝咖啡。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。比较推荐你店内的招牌四百次咖啡。对对对对，嗯，现在它比较偏，它会比较偏甜，偏甜嘛。对，因为它是用炭烧咖啡，炭烧咖啡下去那个、okay. 大那个的，嗯，对，它不像它不像意式咖啡是意式咖啡豆下去。哦，了解。对对对，比较不一样。那还有特别。特别、嗯，如果不喝咖啡，你比较推荐吗？不喝咖啡，像那个森林莓果茶，这个莓果是我们自己熬的，对对，自己熬的，那个酱是自己熬，这个果酱也是，那个我们基底是凤梨酱，凤梨酱也是自己熬的，自己熬的，对对对对对。特别，那你比较推荐吗？推荐，因为我今天人多，如果可以上去看看你，看他们点他们想要的梅。看上，因为它这个莓果是它的基底是那个莓果下去做的，嗯、然后热带是用那个，它是用那个柠檬的基底跟那个百香果下去做，对对对对。一楼的环境。甜点，这个是冰淇淋加咖啡的。哦，你知道那个阿爸特重的，那咸的呢？咸的三满蛋吧，它那个三满蛋，对，它是三满蛋，然后这个也不错 ，cheese 焦焦培根 cheese， 好，然后原味就是用那个奶油，就原味而已，对。那要点培根起司。好好好，好，那我们要点餐。好，现在点餐。可以点了。就是刚刚点的，我们刚刚点的 coffee 以及甜点。这里是二楼用餐的环境。典雅风格，典雅风格。刚喝完奶奶啦，等一下换我们喝咖啡啦，吃甜点啦、啊。你有卖什么甜？你有用什么甜点？甜点啊。有什么甜点？我看一下什么甜点。可颂。想不想吃啊？喂。通常来一个地方都一定要拍到它一下。它是主角。这一杯就是重的。抹茶牛乳，那这一杯是四百次咖啡，所以再加一次牛奶，就是香草拿铁。拿铁，好的颜色还挺漂亮。又闻到了咖啡，这一杯是。法芙娜可可牛奶，这一杯就是花园，对，其实有浓浓的玫瑰花香。后面五个人，准备，我都想吃了，小玩家想吃了，这道是焦香培根起司可颂，万用。紧紧的，你只能含着不能吞哦。速速给哦！而且昨天我们拿的，最后这是老板招待的手做咖啡。这是薄饼的香肠披萨。肚子饿了。如果喜欢我所分享的内容，可至 YouTube 听券旅游美食
育儿频道，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哦。